我们现在进去通报，才是可笑。滚开！滚！对，赶紧滚！牛魔头，我们走吧。哼，听见没有？赶紧给我滚开！再打扰大爷清静，小心你的脑袋！哼，我看你这脑袋留着也没用。哎，臭丫头，真当大爷我治不了你啊？ 我当是多厉害的臭丫头，竟如此不堪一击，还敢叫嚣让北山主前来迎接。女魔头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魔头。我的功法。幸好今天北山主没在，懒得杀你。今日我等便算给你个教训，快滚！ 他们没敢再追了，芷烟，你可上前安好。你救错人了，芷烟。我知道，你还在误会我爹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但我来救你，是真心实意的想救你。这万路门是什么地方？你怎敢只身一人到这里来？你真的救错人了。没错，我要救的就是你。前程阁的人说你要报仇，我一猜你就会到这儿来。 我今天不仅要救你走，我还要和你一起去找到你爹，救出你爹。你真的好烦，我说了我不是，就不是。哎呀，怎么办呐？哎呀，亲弟闯入商人，要是被门主发现的话，咱们都得去山门前种地去。 门主，参见门主。参见门主。有人擅闯禁地。是。为何不就地击杀？因为门主之前嘱咐过，不得胡乱杀人。他处自是不可，但擅闯禁地者，莫论因果，杀。是，属下知道了。处理完此事。 谢门主，子瑜姐，要不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我有一人能活着出牢笼，属下杀出来的。万路门规。 杀同门者当如何？卫长，卫长饶命啊！我实在是逼不得已。既然门主都没说，规矩就是规矩。来人，在。卫长饶命啊！卫长，今天传来消息，有人私闯禁地。 就这一个人吗？闭门主，方才还有一个女的在马上，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想必一定是走了吧。派人去搜。是门主，把她拖下去，关进地牢。是门主，快一点啊，拖走。
怎么走路的呀？大白天就往人身上撞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被撞一下又能怎样？我还没说你挡我路呢。行了，回七指地买卖不等人。七指地，哎，那是干什么的？七指地呀，就是个集市，卖些世间少有的药丸而已，比如说托梦用的入梦丹，还有回元丹。回元？回什么元？就是回复元气，让人在短时间内。 把功法恢复到最佳状态。短时间恢复功法。老板，一看他就穷，别跟他浪费口舌了。走。穷？我陆昭阳会穷？这什么鬼地方？我怎么？ 丑八怪！ 来得及了，忘了给你摘几颗青果。衣冠冢立了5年，我却没敢来一次。昭瑶。 你可怨我？哼，好小子，还给我立了个碑，还是无字的，连天上天下威武无敌、至上至尊、万路门大魔头陆昭瑶这几个字你都不刻。现在的万路门，我帮你打理得很好。好，照你这么说，我还要谢你害我杀我夺我位喽？有万钧剑在手。 我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力量。你这小丑八怪，亏我以前还救你。万路门如今，广纳天下逍遥阁。莫不是你还想一统江湖，登上至尊之位？那本来是我的位置。你想要的，我都在慢慢帮你实现。是啊，我想要的都被你抢走了。可惜。 你看不到了，你还想让我亲眼看见？昭瑶，好，你还敢叫我的名字？我看你是想让我跟你拼命！我。